网上和粉丝分享生活日常。近日他是在脸书发文透露，自己平时去餐厅厕所或是外面的公共厕所时，常常都会发现垃圾桶被放置在马桶左边，但对于大部分都是右撇子来说，其实真的很不方便，让他实在不能理解。因为每次上完厕所准备要丢卫生纸的时候，他常常觉得肢体不协调，搞不懂为什么要这样放，也忍不住问大家，难道只有他觉得很不方便吗？同时他也很好奇，到底大家都是右手擦拭完再绕过身上丢掉，还是说会用非惯用手擦？结果贴文曝光后，也立马在网上引起讨论。